其实比较不会痛，用手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地板，它是连角度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你如果你比较翻，比较会比较精致一点。那我们翻的时候，翻的船比较上面，你再翻平常翻，就平常夹在那边，夹住，然后眯一下嘴。你就是眯不太起来，就是。我觉得我往前拍一点，你这样翻。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让观看嘛，放作文。哦，有一点痛，刺痛。刺痛那是酒精。哦。嗯。我如果没把它调的好，放一点，回家就好了。真的。假大肉在汤不是真的肉。等一下，看镜子，这样比较好吧？你等一下，这边抿嘴，抿好吃的，还是你要抿嘴？你抿嘴怎么跟人家不一样？那我要了。对啊，就是有人抿别人这样。老师。哎，对。哦，我还喂。这样。哦。他就要进去，我想把你请一请再搬出来。这样比较好听。我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穿这个洞最多的人了。然后你看镜子，你看到皮糖，他最好，他自己一直加厚，他就直接沉到上面去。然后我们要把它拿出来之后，你看到皮糖，你看这个什么夹住，夹住。然后夹就好了。对，那你可以尝试说，就是用自己的手指也可以。现在用手。因为我的手这么大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夹住球往里面拖，就是用手来，这样子食指大拇指固定住，然后往下推进去。哦，好快。再推进去一点。哦，有了，哎，好快哦，太快了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回家不小心，赶快就这样子，然后出来的话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用出来的，这样子是比较不雅。对，用小夹子比较有雅一点。对，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我交不到男朋友，这糟糕。就说自己应该得到吧，快点。哦，好快哦。就通常就是你化妆的那种小夹子夹眉毛那种，好赞哦！就觉得就帮客人穿东客人就很开心啊，那时候不好的，只是化钱比较不开心的。对。哎呀。再降多少？1200。我要穿这个很贵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之前有去台北看过，哎，我看到1600就。就台北，你找如果说是找秀秀或是老头，应该他们对我去找老头，他们价格都，因为他们穿比较久的价格当然是比较高一点。哦。啊，我想说，因为我不是很缺钱啊，就想说有赚就好了，要再开心就好了。真的很开心，像100元。
1100亿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哈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想说。你太开心了，开心到你讲错了。你看有3万。他如果做什么问题不方便过来，你就命我就好，都是开给我看。好。找你。谢谢。给你拍一张。好啊。你感觉很健康呢？为什么？就感觉蛮活力嘛，健康的。没有啊，我很内向哎。是吗？对啊。我眼睛大很多，你这样比较好看。你真的是吓到的感觉。怎么还有？啊，谢谢。不会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工作其实就是觉得这样子很开心的。工作的开心就好。没有，就是你不是说钱收一收然后就好。可是这样客人他就觉得啊，就这样。然后又乱传又没有什么又蛮痛的。应该有时候应该站在客人立场来把客人传送掉。去逛逛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坐车戴安全帽？哦，因为是别人，我要拿去还他。哦，对，你坐车戴安全帽太妙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要来偷懒了。